那你也是知道我的呀，要是没有广告，我就失业了。非要现在谈工作？现在谈工作，回家才有空间谈点别的呀。色诱我？我还有这个魅力呢。当然有这个魅力，但是老公实力不够啊。你看我说那个大玩偶，我看着不顺眼，他也没人理我呀。这种事儿，还是得去问冯文义。程导，程导，程导，造型指导想找您沟通一下。姚总，就这种商业上的事儿得找冯文义，我只是一名导演。冯文义，就咱们总制片人。知道。哦。那行吧，陈导演，就不影响你搞艺术创作了。嗯，你不要影响我。咱们商务部的高岭之花真是名不虚传啊！造型指导呢？大厅候着呢。嗯。好。这个门锁坏了呀！坏好几天了。得修吧。赶紧找人去修吧。花香宝宝的合同什么情况？啊，薇姐，薇姐，刚群里说小西家的孩子吃东西呛到了，情况紧急，只能先去医院了。等赶到花香宝宝的时候，晚了一个多小时，那边的意思就先不签了。说的，提前到，提前到，这帮最讨厌不守时的人。我怎么跟你说的？必须拿到盖章，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就让你跑个腿，你也不会了是吗？能听懂人话吗？能干人事吗？能干就干，干不了给我滚蛋！梁老师，我告诉你啊，你最好不管用什么办法，都给我把合同拿回来。发怒不一定是真的，有时候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我已经通知人事了，让他走吧。也不必吧，今天的事也不能全赖他，那谁家里没个突发情况啊？我要是把今天工作安排好了，我自己去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儿，赖我赖我。还把他？论学历他不是最高的，入职的时候你就保过他了。论能力，离开你之后他不能独当一面。论努力，正需要他好好奋斗的时候他结婚生子。招他们这波人的时候，我的条件就是五年之内没有生孩子的计划。结果呢，转年就生了，公司已经养他大半年，岗位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大家都跟他一样去生孩子，咱们开一个产后疗养院好了。那要因为生育的事儿把员工开了，那对公司形象也不是特别好呀。我已经给他们很大压力了，我相信啊，就算是作为反面教材，大家也一定能够领悟到公司的态度，咱不至于赶尽杀绝。如果真是因为生育的事儿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岌岌可危，那对工作积极度也没什么好处，您说呢？还是要保？这样，你给我一个我能接受的理由啊。为什么要来玉国？我想要活着，活着，我想要留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活下去。活着，让他再活一阵儿。刘总那边我肯定会想办法搞定的。我之前跟他条件都已经谈好了，不可能就因为迟到两个小时就毁约，肯定是有别的原因。我想这一点您应该是认同的吧？只是不知道这半路杀出的陈咬金是谁。还有吗？您说这些我没法和集团交代。谁不要活着？公司要活着，我要活着，你才能活着。2000万 ，Q3 结束之前增加2000万的 KPI， 完不成你开掉我们整组。这个还有点意思。现在几月了？你还剩下3个月，准备怎么完成呢？花香宝宝母婴洗护的项目，只要谈下来 KPI 就差不多了，我肯定全力以赴。值得吗？值不值得不知道，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这个情况让他走人，我良心上肯定过不去。可以啊，傅文义，不回我信息。薇姐，今天早上的事情真的很抱歉。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宝不小心吞了一颗备用扣，然后马上就喘不过气来了。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当时我都吓死了，就赶紧带着上医院。当时我以为能来得及，是我不好。薇姐，要不我辞职吧。行啊，那你去收拾东西。就这么点出息？说你两句你就受不了了？这点打击都扛不住？不是你说要活下来的吗？你想活就要有想活的样子啊！你要不想看，你趁早回家啊，相夫教子去。想，薇姐，我特别想，我也想平衡家庭跟工作的关系，但是我没想到当妈妈这件事这么难。早知道是这样，我肯定我就不生了。
小希，生不生，那是你的选择。我没有要求你跟我一样把工作当孩子。你知道当初为什么招你进来吗？因为你说你想在这个城市活下去，想要赢。既然现在已经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那你就得拿出点本事来，你得走得漂亮。好的，薇姐，一定不让你说了。谢谢薇姐。对了，薇姐，我打听到了花香宝宝的刘总和运营王慧娟，今天晚上7点他们在红餐厅的8号包房。他们底下的人说是众星集团约的饭，我估计是众星想抢这一单。今天早上也说不定不是因为我迟到了。那还用你说吗？王慧娟。就是那个那女的。对，就是那个女的，青藏高原。薇姐，我订了7号包间，今天晚上咱们就去截胡他们，把他们喝倒。我就不信搞不定他们。可以吗？还不算一孕傻3年。还是年轻还好。是天生就傻了点。接吧。怎么了？我这开会呢。媳妇儿，老板临时通知我晚上出差去杭州，你得早点回来了。怎么这么突然啊？说是会展那边出了点问题，我要不去真就别想干了。那我这边也不忙不开呀，我也没办法呀。啊？我媳妇儿，我真没招了，你帮我一下行吗？求你了。小心。谢谢。去吧去吧。你怎么这样啊你？我跟你说我忙不开忙不开，你还安排剩下的。你是那新来的曾小成，领导好，我叫曾小成，毕业于静海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身高1.85米，体重。会开车吗？会。哎，你不用等我了，我车开走了。那你不帮我，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呀。放心，肯定少喝啊，少喝。我爸担心我啊。撞哪的牌？我前几天。还是挺好的，以后别开。先生你好，这边不能停车，请您开走。好好好，姚总，我先。
姚总，怎么不吃啊？快吃。咱们不等了。等，好的猎手需要等待时机。啊。来吃，多吃点。姚总，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你说，就咱俩人，我胃口也没那么大，你点这么多，你说你就消吧，别浪费。谢谢姚总。做主位这个啊，就是花香宝宝的刘总，集团创始人之一。因为内部争斗败了，所以现在分管广告业务。这人怎么认呢？就是头顶是白的，但胡子是黑的。多少人跟他说让他把头顶给染回来，染成黑色，他不，他说这样比较帅。但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作为创始人，对自己的企业都是会有种像儿子一样的情感。儿子，哎，所以不管他们怎么斗，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企业好，所以他的人品啊，还是正的。好，这个空着啊。到旁边这个就是他们的运营总监王慧娟。基层员工干起来了，集团上上下下所有的事情都是了若指掌，气质里面就自带一种来自于大草原一样的气息。你今天的任务，把他都哄高兴。我怎么能让这个王总高兴？酒量怎么样？酒量，明白。他今天让人把青藏高原给我唱出来。我提前让你转正。啊，王慧娟，王总。娟姐，娟姐喝酒。来。啊。倒两杯白水，两壶啊。好好好。看明白怎么画的了吗？你也笨傻。我叫你，你再过来；我不叫你，你别动。来的时候把这两壶水带上。好。桌子收拾一下，弄成刚散局的样子。哎。对，就是这样。嗯，好。刘总。哎，小姚。刘总，你也在这吃饭呀？我们就在隔壁包厢，刚把客户送走，这不是太巧了？哎呦，那真巧哈！您就一个人啊？还有那个王慧娟，王总也来了。我王姐在啊。王姐，晨儿，叫晨儿，快过来！姐，哎呀，你还记得我吧？当然记得啦，雨果的姚总，我们上次一块唱歌呢。我姐唱歌可好听了。哎，晨儿，过来，过来，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小朋友，打个招呼。各位老板好。桌上怎么没酒啊？我得敬你们一杯啊！这儿去，找服务员拿两瓶酒去。好，你那不是有酒吗？就喝你那个吧，啊。啊，那就喝这个，就喝这个吧。怎么行呢？我得先表达一下我的敬意啊！朋友们，我拎壶冲了啊！这一壶敬我刘总。好。哟。哎呦。哦。这一壶敬我亲爱的王姐。哎呀，姚总海量！哎呀，好热闹呀！哎呀，王总。王总。哎，刘总，真是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我们家老姜啊，这两天要出差，我就帮忙给他收拾下东西，所以就来晚了，对不起大家了啊。没关系，没关系。没事儿，没事儿。哎，忙着挣大钱是好事儿。你们家老姜啊，就是离不开你，有了你这个贤内助，才有今天嘛。那确实是的呀。哎呀，下次把他叫上，我们一起聚聚。没问题，下次我们约起来。好。哎呦，你看我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众星集团的安心安总。这位是雨果的商总监姚威，他在隔壁宴请客人，刚才碰到了就过来打个招呼。幸会啊，听说过你。江湖上也没传我什么好话吧？话也不能这样讲的呀，职场上嘛，竞争的时候不择手段一点，对于结果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没有办法呀，听说安总老公是著名投资人，那我等草芥就只能拼命努力喽。晨儿，去找服务员加把凳子。
挨着我姐坐。好嘞，姚总。王总，我敬您一个。哎，好嘞。我干了，您随意。安总，再吃点啊。你也吃啊。不好意思啊，安总，今天是您的局，那我说两句啊。刘总，今天我们公司一小同事不是上您公司去盖章吗？但是因为家里孩子出了点事儿，所以去晚了，迟到了。我知道花香宝宝之所以有今天的辉煌，完全就得于您的领导。你也确实不喜欢不守时的人，所以这一点上呢，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啊，我们做错了，给您道个歉。这一杯我先干了。刘总的格局不会因为这点小事斤斤计较的呀。我想花香宝宝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在他成长的道路上，每一步每一个脚印都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谈成合同呢，那肯定是因为刘总还有公司有更多其他的考量啊，是的吧？还是姐姐经验丰富啊。那姐姐告诉我，刘总有什么考量呢？那你可得喝一壶。行啊。哎，姐姐好凶啊。嗯，痛快！哎呀，还真得跟你讲一趟市场经济课喽。不过这课今天可上不完呀。有市场呢，就有竞争，只要是良性的竞争，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会受益有进步。我真的很佩服你们雨果啊，有你这样的员工，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想尽办法的穷追不舍，很可贵哦。明天屋的客人还在吗？各位老板，我给大家唱一首《青藏高原》吧。之前你跟我们交代的任务，哪次不是保质保量甚至超量完成的？如果有做得不好的，你跟我说嘛，我改。这安总的老公是什么人啊？一句话帮他搞定了陶若妍，陶若妍愿意低价请我们代言，并且上你们雨果的综艺，这是一个保定的大合作。他就是陶若妍啊，我熟呀，他跟我是同学，我们校友。你想要他的合同，我去拿呀，我直接带着他的合同过来找你，行不行？好，好，好。要是拿不到，也没关系，我们来日方长，这次不行还有下次嘛。别下次呀，你就给我几天时间。来来，我敬你，敬你。我干了，你随意。你少喝点啊。
说好了啊，不许变卦了啊，就几天时间。好。又喝这么多酒，老公，我想你了。啊，不努力了，咱们不干了。老公养你，正好，咱们俩把孩子生了，把酒席办了，整天藏着掖着太憋屈了。撕开，我保他。我要是去生孩子，谁来保我呀？而且，你等了这么多年，这么好的节目，这么好的机会。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有多在乎这个酒。要是我俩暴露了，那大老板不得疯了，我俩不得废了。再等等，再等等。哎，你们这节目主嘉宾定了吗？还没最终定呢。备选是谁？睡觉。还有谁？哎，你看那个事儿是哪个？不是那个。啊！哎，不是这个，是那个白衣服那个。帅了，导演系的，陈良。还行吧。来了。
晚上有时间一块吃饭吗？小薇。陈良带我去吧。女人们一旦干架，那将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进，李姐，雨果综艺那边让咱们周五再去比稿。这回我们要是没有杀手锏，综艺那老狐狸冯文义肯定会想办法卡我们的。就是，本是同关生相煎何太急。你把我们给他们那 PPT 再加乙，乙签约，陶若言。不写你要吗？不急，就写1000元。行，那我先出去了。桃儿，我姚薇啊，咱们都这长时间没见了呀。你现在好火啊，应该特别忙吧？我今天就翻相册，一下就看见咱们毕业照片了。这一转眼都十来年了，什么时候有空啊？一块出来坐坐。想我，
知道这场什么戏吗？知道。知道。是情绪戏，是这一集的高潮。嗯。我要纯粹，纯粹。导演，可是已经快杀青了。杀青？杀什么青？我拍不完戏，杀什么青？你天天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摆到这里，我是拍戏呢。那我们可能会没有办法完成客户的画面。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客户什么的。我问你，就这个啤酒适合这场戏吗？你经过我同意了吧？你就把它摆到这里。我要不然我们再想一下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来，那你来，你来拍。让，来过来。哎，您说来。导演在拍情绪戏呢。导演，好，消消气儿，别给家族骗子一般见识。那小姑娘懂啥呢？她懂什么叫义气。把啤酒都搬走，快。谢谢。好，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这才拿到哪儿啊？我告诉你啊，当年我做植入的时候，你别说导演了，一个十八线小演员都能把我骂得跟孙子似的。做咱们这行的，就得脸皮厚，对吧？一回手都不会说，再练练胆量就好了。姐，我会努力的。哪个公司的？兆兴集团。辛苦啊！你们也辛苦了啊！哎，大家抓点紧啊！早点收拾完，早点回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旁边那个线沉一沉，小心点啊！捡起来。桃姐呢？她已经上车了，往前面走了。谢谢啊。没事。兄弟们，别收拾啊！哎，别收拾啊！我还当谁呢？我们集团的团花，快进来！你怎么回事啊？啊，文艺总，给你发微信你也不理我，前两天过来找你你也不在。不好意思，先坐。实在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上一堆事儿，这不得一件一件处理吗？我刚刚收到通知，说过两天要比稿啊，怎么那么安排啊？吓我一跳。这。比稿对乙方单位来说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吗？你们跟其他公司业务不需要提交方案比稿什么的吗？我这也是本着对这个项目负责嘛，毕竟你说这一年到头有几个这么大项目，集团对这件事也很重视，这不是都是为了执行过程中能有更好的表现吗？这无可厚非吧。那我们是别家公司吗？我是雨果商务，你是雨果综艺，这一家人啊，不得互相支持吗？啊，要么就是我们商务部之前有什么做的不好的，没有 KPI 没有完成，那要么就是你单纯不喜欢我这个人。不能胡说，我是太喜欢你了，但是薇姐你也得给我机会。你看还躲我。薇姐，你在我心里，这其他那些老的少的入不了我的法眼。咱们俩要是强强联手，你说得做出多少好项目。哎呀，我知道你就是对漂亮姑娘就容易上头，只对你做个戳边草不也不合适吗？
对吧？那公司还有规定呢，内部员工不能够关系复杂。你说万一把这个单纯的互相协作搞成利益输送，也不行嘛。那么单纯，薇姐，这楼里2000多号人，个个都那么清白吗？不一定吧。谁呀？我怎么没听说过？程良，他身边那些小导演都是女孩，整天在一起，什么事儿都没有。程良。哎，哪儿说哪儿了啊，哪儿说哪儿了，扯远了，咱们说回正题。这个笔稿流程呢，该走还是得走啊，我肯定是挺你啊，但是打分呢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只能是尽力，剩下的就看薇姐你的表现。文英总逗我呢。这个你就可以记。导演，跟您商量点事儿。啊，商务的事儿是吧？行。说。姚总，这种商业机密的事儿，你不能在会议室说呀。这样吧。官宣啊！我才发现啊，你身边这些小导演都是女的。嗨，官方性别是女的，一个个可虎呢，工作起来比男的厉害。那人也不是我招的，人事部门招的。那哪个款你最喜欢了呀？天地良心啊！我喜欢的款都取回家了。咱们都挺辛苦的，你别找我事儿啊，让我好好工作。我没有办法好好工作，我郁闷死了都快。方案还没聊好呢。依我看啊，顺其自然，静观其变，肯定有转机。静观其变，那不跟坐吃等死差不多吗？老公，你得帮我。我怎么帮了？我越过冯文义，直接去找上头大佬。我没有立场啊。谁让你找大佬了？你就帮我去找一下陶日言。那不行，于公还没到我跟他沟通的时候。于私，这很可能会影响我的家庭稳定。你以为人家还惦记你呢？人可是国民女神。她是不是国民女神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咱们和睦的夫妻关系不能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受到打扰。那就是你还惦记她，你心虚了。有你坐。哎呀，不用送礼啊，陈导演。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谢谢你了。啊，行。哎，但是具体的事情咱们还是得开会讨论啊，不能影响舞台效果。等你好消息。薇姐，花香宝宝母婴洗护的策划案我打印出来了，您看一下。嗯，那我出去了。嗯。哎，问你个事儿。哎，如果说啊，你想让你老公给你帮个忙，但是
如果啊，万一啊，他就是死活不答应你怎么办？他敢啊！我说如果呢，他要真敢，色诱他呀！薇姐，只要色诱他是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之前我就看上了一个包，说什么他都不给我买。后来我就想，这夫妻之间啊，爱酒必带，带酒生宴。现在说点什么事儿，可不像谈恋爱那会儿那么简单了。然后我就找了个酒店，开了个房间 ，cos 上灰姑娘的造型，再搞点小情趣，唤起他对我的热情。啊，姐，老管用了。只不过最后这不把孩子整出来了吗？包也没买，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了，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他倒诚心如意了，我烦死了。咋了，姐？啊？没事，忙去吧。哎，行。谢谢。不客气。老婆，喂，来这儿干嘛？唤起你对我的热情啊！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你对我真挚的爱情。说什么呢？你开房了？你开什么房啊？咱自己有房，回家。干嘛呀？退不了了，已经治好了。哎，你这么有病？怎么有病了？我还精心准备了呢。一会儿你好好施展一下导演的才华。我在家一样施展。那能一样吗？爱偷偷刺激。哎，等一下。谢谢。是我那竞争对手，哦，他不会是来跟踪我的吧？他跟踪你干嘛？调查我底细，查实我们关系。这对他有什么好处？那他来酒店干嘛？你酒店谁能来呀？你有身份证就可以来。哦，允许你跟老公搞些有的没的，不允许人家跟老公。你要弄什么呀？你给我透个底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个，老婆，可能是那个导演职业病啊，你这个台词风格个人不是特别喜欢，他们跳过关系，直接就动作戏。身兼一个人工作，压力真的好大哟。要是……当我约到我的大客户陶若言呢，那我就不会被同事会批评了呀。我就知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太下头了，搞得我压力很大。怎么了嘛，就压力大？你知不知道那安心老公是谁啊？江宏凯。不知道。就是那个老在微博上面发表言论，三天两头上热搜那个。嗯，那我知道。怎么了？
富贵其荣，狐假虎威，多少人就是因为他才给他几分薄面的。你什么意思啊？你羡慕人家有个好老公是不是？他又老又丑怎么不说呢？我不是那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孟云也想抛抛烟吗？你又不是没有他微信，你要真想联系他，你自己给他发微信就行。来了，你想干嘛？什么我想干嘛？我说一百遍了你不帮我，那我只能自己来了。你坐坐坐，你来正好，省得我一个人也尴尬。一会儿呢，他来了以后啊，你就先跟他聊聊节目的事儿，然后我再说我的事儿，争取拿下他。你别穿帮了，他那人可是大嘴巴，别回头录节目的时候把咱俩关系说出去了。我俩就那种日常聊天的方式啊，就你假装偶遇了我，我碰巧来了。你也别碰巧了，走吧。去哪儿啊？他给我发微信说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啊，你怎么耍大牌呢？他发的地址，他订的地儿。谁啊？是他吗？嗯。又能来了？陈良，真不好意思啊，我寻思着换到哪一天都不合适，不如就今儿吧。我在皇冠酒店，你要是可以的话就过来找我吧。我在601房间。不对呀，他为什么要约你在酒店呢？我哪知道啊。Thank you.
来。我不来。走吧。那我来。好，那我来。一个采访、啊，本来想着中午陪你吃个饭呢，结果他们下午给我安排了一试妆，不好意思啊。没事儿，你大忙人。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啊。都还好吧？挺好的。挺好哈。嗯。苏桃。柔薇。我跟他一块儿过来的呀，哎，你这格局好有意思哦，通的。还好呀，好着呢。哟，这白宁那角色我演太好了，我们一直都在追，是不是？嗯。哎呀，我们是，姐。待会儿出席活动的视频我已经准备好了，咱们1:30就得开始，要不然后面的活动我怕来不及了。迟到了，咱们等一会儿不会死的啊！你先出去吧，你先出去吧，我跟他们聊会儿天。哦，好。你俩吃饭了吧？没吃。那我给你分点啊。这什么呀，你就吃这个，我要不我点个外卖，我俩一起吃。吃不了那些，吃完就肿。你俩啥情况呀？还好着呢。没有，我俩现在同事，一个公司的。装跟我还装是不是啊？是啊，你俩好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有点太长情了？那时候大学的时候，陈良可是导演系的第一大才子啊，被你一个制片系的拿走啊，我一个表演系的一姐没抢过你，你够有魅力的，姚薇。那时候不懂事儿嘛。那你俩啥时候领证的啊？啥时候领证？我就说你们什么时候领的证，也不告诉我一声，给你们交份子钱呀。啊，之前咱们那些同学你还跟谁联系啊？就你。你别呀。真的。还真是奇怪了，其他同学都没碰着过，你呢？就你，就是算姚薇的话，就你俩嘛。好多同学他不是都转行了吗？那你俩在一个公司那单位没有问题啊？啊，那也没明文规定。只要是不在一个项目里边，没有太多利益上的瓜葛啊，其实没什么事儿，但最好还是保持低调。哎呀，也挺不容易的哈。那你俩现在就是各管一摊呗。嗯，也。
盯着我呀？来，你跟我说说，什么叫当初不懂事啊？我不就是顺着他的话随便一接吗？那我怎么说呀？我说，你可不如我老婆，你配不上我。我要这么说。现在时间还早呢，走去茶水间弄点喝的。姐，我心跳的有点快，我上个洗手间行吗？那你带他去吧。好的，姐。嗯，锁定。你好，我问一下，这边有水吗？哦，冰箱。哦，谢谢。你先去会议室吧。好。师姐，陆总，你还是来了。师姐，我不是来跟你作对的，我是接到公司的任务，让我尽快的参与这个项目。我今天过来的呢，就是学习学习，顺便看一下师姐谈判的风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接到曹总以及其他股东们的反馈，所以我会继续跟进所有的工作。作为竞争对手，我并不希望你来学习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这有剽窃成果的嫌疑。还有，工作的时候还是叫我安总吧。好的，安总，我回去跟公司反馈一下。哦，我这个呢不是打小报告，是正常的工作反馈。是个狠人。
您好，二位是来比稿的吧？嗯。那二位跟我去会议室吧。谢谢夸奖。客气客气。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呢，运营总监刘征，市场总监王兴，这位是创意总监崔红，这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导演程良。品主打的是母婴洗护系列，对于商务的周边，我们结合了国潮，并且采用了京剧刺绣等元素与节目内容相结合。不要小看这些形象产品啊，我们选取的呢都是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母子形象，并贴合滋养艺术的概念，既符合母婴洗护的安全标准啊，又完成了商业与艺人以及节目的多融合。以上就是我为各位做的简单介绍。这还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这个导师方面，我们之前担心过这种母婴洗护的代言气质会不会受到女演员的抵触，他们可能会觉得影响自己女神的形象。咱们目前的女优艺人，我觉得啊，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大都还是在主打少女形象，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就这个问题跟他们进行过具体的沟通，我怕我录制过程中会有问题。这个方面应该不用担心吧，程导。这点呢，我跟艺人都建议过了。怎么说呢？这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一次很好的转型，甚至可以打出撕掉固有标签的宣传，做一次30+女艺人到底如何不禁锢自己的角色限制，进行正面的营销。演员方面，我有信心说服啊。其实我倒觉得，说服可能是我们这边暂时的一种印象啊。因为我呢跟陶瑞妍本人聊过，她也是对母婴类的内容啊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一个抵触。说句题外话，我跟她是大学同学，关系也挺好的，说话比较直接。所以待会儿我们要讲的方案呢，还是主要针对于全家人清洁的呵护以及演员的国民度。姐，喝口水，姐。这你去看看，你去看看呀！哦，怎么了？这要吐啊！小西，你们老大昨天晚上这是喝了多少啊？不会是怀孕了吧？哦，哎，不是我的啊，跟我没关系。我上厕所啊！这吓我一跳，憋着不许去。手劲儿还挺大。姚总，姚总，没事吧你？你这小伙子真是，女厕所门口大喊大叫的合适吗？导演，我等薇姐。你等谁也不行啊，吓着别人怎么办？哦，不，薇姐。
别笑笑，跟他没关系。哎呦，妈呀，吓我一跳！姚总，你没事吧？你喝水。谢谢啊。哦，我搀你。哎呦呦呦，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啊。怎么不敲门啊？我自己家呀，你也没锁门呢。吓我一跳，你悄无声息。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呀，今天在单位上吐下泻的，去医院看看吧，好几天了吧。我就是这两天喝酒局闹的，肠胃不舒服而已，一会儿喝点粥就行了。那去什么医院？这两天单位体检结果不是出来了吗？健康着呢啊，没事儿。你压力别太大了，搞个项目也不是让你重新高考。今天效果挺好的。哪儿好了？梁晓曦方案讲清楚了吗？陶若言签约了吗？冯文义那授权给我们了吗？还没有，就说明一切都没有进展。慢慢来吧。我也不劝你了，你性格太要强了，越劝越烦躁。爸，明天生日你别忘了啊。哟，我真忘了。那明天我下班早点回家呗。他东西还没买呢。我都准备好了，等你想起来为时已晚。老公。嗯。什么意思？